谢谢。接着请邱成元委员。好，我们麻烦请苏院长。请苏院长。下一张，麻烦简报下一张。好，院长午安，感谢第一次咨询哈。首先感谢院长在这段时间带领所有行政团队对整个防疫工作的这个准备跟执行哈。其实我们知道说，在整个不管说是在世界还是在亚洲，其实台湾的防疫是做得非常的成功哈。当然有我们很有效率的行政团队，还有我们第一线最辛苦的防疫人员哦。我本身也是你那个脸书跟那个 Light 的那个追踪的最佳粉丝哦，所以我。你那个有政府会做事哈，我都持续的在关注了。那针对这次的这个特别预算的这个执行的部分哈，前面哈进入主题之前，我有两个部分想跟院长先讨论一下，请教两个问题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次在整个预算书上也有看到，就是说在附表一的部分，其实我国跟美国、香港、韩国还有各国哈相关的这些特别预算的这些相关经济措施的，不管说是纾困还是振兴的，都有一些相关的这比较表，好，那唯独可能新加坡这边没有列入。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新加坡最近他们这个官员有带头就是说来跟这个来带头做减薪然后支持第一线的防疫人员那我想请问院长，因为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纾困振兴防疫的这个相关特别预算，其实我们目前应该最支持的是我们第一线的防疫跟医护人员，还有第一线的这个基层公务人员，因为他们目前来讲是这个工作量最重而且最辛苦的。那你是不是支持发放相关的津贴给这一些第一线的防疫医护人员以及这些第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甚至是说我们来效法新加坡带头来我们来减薪然后来支持我们这个鼓舞这个前线的防疫人员的第一线的这些士气，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您回应一下？谢谢委员关心跟对行政团队的肯定。那我认为新加坡的公务人员的待遇跟台湾是完全不同，他那个待遇非常非常高，所以这个时候他有减薪等等也令人敬佩。不过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同，如果台湾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公务人员，那真的是夜以继日，那所做的努力真的十倍百倍以薪水。所以作为一个带领行政团队，我不会说在这个时候说来给公务员减薪，我反而赞成委员刚才所说，对于在第一线的无论他是任何岗位的防疫人员，做得好的还特别给他奖励。这个奖励还分两个部分，实质的津贴奖励，损失减少的填补，到精神上的给他鼓励。这不限公务人员，像在送口罩的邮差，在分发的药师药生，还有生产线上的工作人员其实都值得鼓励。谢谢院长。其实这个在我们这次的特别条例的第二条还有我们的传染病的防治奖励办法中都有相关的规定了那如果有相关的奖励津贴其实我们可以赶快这样子加速的来提升我们前线士气这样。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这个最近比较夯的这个防疫旅馆的这个议题那就目前你认为台北市率先推出的防疫旅馆跟桃园市这几天推出的关怀旅馆符不符合你所说的超前部署减灾的一环，你本人支不支持目前有哪几个县市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有设置这个防疫旅馆来协助相关业者的媒合？第二，当然在现在有9个县市有设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各县市政府能够设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等于一个地方检疫所。那它的规格 SOP 其实来跟我们中央设的中央的检疫所，以中央检疫所这样的规格来做要求应该就够了。好，然后第二个，大家有时候担心说，有时候台北市大家在批评说好像就是说征用了1-2层楼那怕说在电梯上面或公共场合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交叉感染，但应该是不会，因为它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所以它进去了之后
就不会再往外跑。对，这个我了解。所以说在防疫旅馆中最重要是说，因为现在目前地方都是因应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提出居家检疫、居家隔离好了关怀服务中心的这个计划来设置，那包括说旅馆的配置、选置送餐者，其实目前还没有中央没有明定一个 SOP， 那是不是这个是地方政府自己去定定，还是中央这边可以来定定一个相关的 SOP， 方便各县市政府去执行？在送餐上面，也就是送到家门口嘛，那不要做一个直接的接触，那主要是服务的范围。那现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最主要地方的事务，我们的对口，现在应该转回成县市政府，那由县市政府主责地方，那由各个部会的主管单位、主管机关就各个的业务主管单位事情去监督，比如民政也好，各方面这样子分头来进行。那我们来订定相关的规则跟监督，整个事情有没有顺畅？对，那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台北市政府已经有订立相关的这个有60页的这个防疫旅馆的标准作业流程 SOP， 其实已经有很多其他的县市政府跟旅馆业者都有来跟他索取，其实这也可以作为中央在订立相关标准的一个参考。那我们希望说在中央的部分可以订立一个相关的这个防疫旅馆这方面的 SOP， 包括整个的流程，包括它的整个的定义，来协助这个地方政府作为一个依循。好，下一页。OK， 那这个是最近接到很多陈请，就是说关于这个大型活动到底办不办，其实中央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包括现在前一阵子的这个相关宗教的绕境，还有就是说之后的这个一些全国性的这些运动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个中央是不是能够确定来去订立一个相关的标准，让地方政府还有相关各级单位来去执行，那相关的时间还有时程还有订立的相关的法则，是不是可以请院长来给我们一个确定？谢谢委员对这两方面的关心。其实中央不但我们有疫情这个指挥中心，而且还有专家会议，就相关的做法，比如说场所的配置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则，差不多应该到什么配置，应该有怎么样隔离，应该怎么样，都有相关的作业的规范。地方政府这一次也都展现到非常积极，同时各地方也都在配置，我们都会就中央地方联系上，会告诉地方应该怎么样。这是刚才举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对于地方所办的各种活动，甚至于中央部会原有办的活动，民间我们也都同样以防疫的角度，用专家大家会去定出一个相关的规范。那因为多彩多态多样，不足以说不能就拿一个案子来点，但是有一个通案的标准给相关作为规范的准则。我想很多这个中央定的准则地方上在执行，最重要是他在执行上的这个依据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如果可以明定的更具体的话，相信大家在依循上会有更大的这个把握。也跟委员报告就是相关集会指引有第一版，我们现在正在订第二版。 OK， 那基本上从那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地方政府明天我们会通过，明天就会公布。 OK，那有一个地方政府，我们有一个必要性跟风险评估跟应变计划，如果符合这样东西就根据这样的。因为我想整个疫情它是滚动式的变化啦，那我们的应对其实我相信那个苏院长带的行政团队它是很快速的，那我们这个其实接获很多业者的陈情，所以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及时具体的来提供。然后我们下一页。好，那针对这次的特别预算我这边整理了五个重点，大概就是纾困资讯零时差，然后财政纪律要坚守，以及这个我们纾困的对象要具体，申请的程序要便民，产业劳工都要顾。那我们先讲到在这个财政纪律的部分，那财政纪律的部分其实我们很多委员都针对相关的细项都有做一些相关的咨询，那我这边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部分。来下一页。中小企业的部分这一次针对整个预算编了135亿，大概有100亿是针对这个信保基金的这个融资贷款，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信保基金基本上它是帮中小企业跟银行去做一个担保，那实际的放款还是在银行的这个部分。那在这
相关的这个措施，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碰到业者最多的陈请，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底要去找哪一些银行，我们要去跟谁申请，那到底担保的成数是多少，手续费的这些相关的减免，这些相关的措施，其实目前因为我们在这次特别条例的第18条都有去明定，就是说到时候要设置这个单一的窗口哦网站。那其实目前我们只在行政院的网站上简单看到这次整个纾困条例的相关的对象，但是相关具体的办法我们目前都还没有看到，因为我们知道说银行的作业它也需要时间，那现在目前这些中小企业其实碰到的是这个急需这个周转的部分，其实这个目前你编的这个100亿的信保基金，目前相关的办法其实都还不是非常的具体，那希望这个部分部长回应一下。来，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一个中小企业这一块的信保基金这一块，最主要就是补它那一个所谓的不足的部分，银行在核贷不足的部分。那这是防疫的话，他们会担保。会在我们中小企业处的马上办中心来说。我知道，现在就是马上办，因为我实际打过这个马上办哦，我有这个模拟业者这样打过去。其实它相关的补助办法非常的多，包括现在，因为现在特别预算通过之后通过之后才会实行，所以现在目前他们有一个这个中小企业的千亿保的专案，现在目前好像都是用这个专案在执行。我讲委员部，哦，啊，这个部分的部分，因为中小企业千亿保的专案基本上它是针对中小企业，那这是原本的计划。那跟这次的防疫千亿保，其实防疫千亿保它是好像所有的产业跟企业都可以申请，它没有分大型中型这样子。那这样会不会有重复申请的问题？起码针对这个。今天我们中小企业出现上来，我打电话中道配料啊，要点新的要点。哎，啊，因为这个要点哦，针对这一次的这个要点是张凌晨刚刚在公布的网站上，所以很多相关的这些产业的业者，其实从新闻上个礼拜就说纾困600亿出来，其实大家都很着急的想要去申请，可是目前得知的资讯其实都不是那么完备。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特别预算审议上。包括说其实我们其实也是要这个呼吁这个相关的主管机关在订立相关的办法执法，在认定上还有执行上，其实要更加的具体落实符合产业的需求，因为相关的产业其实包括说在营业困难的认定上，其实有时候跟我们的官方或者是政府机关跟银行它的认定是不一样。那我知道说经济部现在有针对这个防疫基金的部分，它有定义就是说只要比去年前期好像营业额少15%，它就是符合这个认定。但是产业的部分它并没有分得很细，因为其实这次的疫情的冲击针对不同的产业它有先后的顺序，那这个部分其实同期减少15%，那很多企业它这个标准基本上它不是很高，很多企业都是15%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到时候执行上怎么样去认定它是优先纾困或者是补助的这些对象，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说行政单位在订立相关的办法上要去注意的。然后最重要就是说专门的网站要便民，单一窗口明朗化，因为我知道中小企业马上办这个电话现在应该都被打的这个很火热，应该都被打爆了。不过我个人是建议就是说包括说在我们的特别条例的第18条设置单一网站，我是希望可以是院长这边是不是可以承诺我们另外设一个专门防疫产业资讯的一个相关的网站，让大家可以，因为其实这些百行百业的问题非常的多，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一个中小企业马上办就可以处理的，那相关的补助计划包含还有前面的案子跟这次的防疫的这个特别预算的这个的执行，其实都会有一些重复的部分。那其实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讲，他们单一的窗口跟资讯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有时候在申请的程序上最后因为很繁复，其实基本上都还不积极，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因为其实我们条文中有明定，那是不是说可以把这个条文的这个精神落实跟具体的去执行？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针对经济部的部分，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内需型的服务业，我们会成立专属网站。OK， 是另外的网站嘛？针对这次的疫情的嘛 ？OK， 好，那如果传统型的中小企业，就是以内需型的这个网站的资讯为主嘛？嗯，
就是以业别来分就对了，制造业一个是内需型的 OK 这两个。好，那我希望说这个各行政单位在协助他们做这些纾困的申请的时候，不是被动式的申请啊，是其实有时候要主动式的协助，因为有一些相关产业其实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比较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处理这些相关的繁文缛节。好，下一页 OK， 然后再下一页。好，最后好，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产业劳工都要顾，因为现在目前譬如说我们以旅游业来讲，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劳工那个游览车的司机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导游，其实他们现在碰到没有工作的问题，所以他们被迫要转业，所以相关的这些就业辅导我希望政府要去注意。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当景气回春疫情过去之后，这个部分他可能旅游业这边就会出现人力短缺的缺口，这部分到时候政府有没有相对因应的措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现在口罩的工厂，我知道全国这个行政院都带头在作业增加产线，可是如果说到它的尿源到一个极限，到疫情过后之后，这些闲置的产能它后面要怎么样的去做产业转型的处理，这个是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的。